这次巴黎迪奥大秀来了，今天的哲斯一身连衣裙脚踩高跟鞋，裙子是哲斯最喜欢的紫色哦。相信这将预示着哲斯今年将要大红大紫，solo一直大卖，真的美神维纳斯降临也不过如此。今天哲斯就是整个巴黎最靓的仔，这个卷发、新发色也太好看了，特别是聚光灯下看起来真的非常有光泽。不得不说，哲斯现在这气场真的自信又优雅，感受一下巴黎粉丝这私生裂肺的喊叫吧。巴黎人真的不要太爱哲斯，他的东方经典美在巴黎真的太吃得开了。 还有和赛皇Charlize Theron的合照，咱就说什么叫双厨狂喜，两位大美人真的都是我的菜好了。今天依然是媒体总监 Mathilde 夫人首挽哲斯一起进入秀场，妈粉真的不要太丑，反正每次看到她带着哲斯，我就觉得很安心。在实时事区上，哲斯和迪奥的相关词条现在已经上升至第二和第三位。什么叫做全球时尚 icon？ 这就是哲斯无与伦比的号召力和影响力。每一次看秀，她都在创造巴黎的秀场名场面。你真的永远可以相信她的美。 네, 안녕하세요. 엘로코리아 독자 여러분, 지수입니다. 네, 저는 지금 디올쇼에 와 있습니다.